想看要玩盗贼，有人想玩术士或是盗贼。时候到了，看起来他们 推出超级多新的元素牌的，背叛其实还不错。其实我真想选看坏坏骷髅，刚搞不好可以试试看坏坏骷髅。应该也是先选两费手下，因为我们这里两费手下只有两只，然后这只不大算是两费手下。网易魂师或是毒其实都还不错，网易魂师应该还是比毒好一点，因为我们前期有点铺场能力，所以这边背刺应该是必选。背刺一方面打节奏，一方面又可以打连击啊。骸骨龙 OP， 后面其实也蛮强的。I can't survive， 这应该是背弃你妖。暗影之刃，第二张预言，密探，不应该带刀。暗闪刀花绽放，没暗闪基本上没什么用，可以跟预言密探 combo 啊，我其实没什么用，我其实有点忘记艾尔黑掌跟那个黑曜石裂片会不会互动，应该是不会。这六费嘲讽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，我们现在嘲讽只有一张。选繁花古树的话，是我们想要更多嘲讽。其实现在我们这副牌有蛮多问题，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毒，然后也没有暗杀花，所以我们没有盗贼的优势。盗贼优势就是很容易接大怪，所以我们可能应该要仰赖预言密探来赢，所以我们可能应该要选繁花古树会比较好，就是想办法来打后期。所以这边也是一张后期牌，完全没有野兽的话，这个武士是应该是不值得选的，一张龙而已。所以这张应该不值得选，所以应该是叉子或是海盗。我们也没有元素 combo， 应该选一个三费手下来挡一下。软泥。哇哦 ，AOE 节奏刀或者是价值嘲讽 ，Oh my god， 这超难选。欸，我没有 AOE， 我们有一点节奏，这是 AOE 节奏跟价值的选择。我们价值方面有两个预言密探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向 AOE 啊，因为说实在 AOE 在竞技场还蛮强的。但这让我们曲线比较糟一点。你可以说，就是假设我们前期有节奏的话，后期就不用 AOE， 所以拿剁灭比较好。啊！哦，是要全部重弄，好啦。反正应该是还好啦，会出现一些东西可能会防不住而已。炮攻未来好走吗？炮攻未来可能还不错啊，看你要怎么，你要定义什么是好走啊。我也不是一个先知金球，你错错就说哦，你的人生未来一路顺遂什么之类。好，我们选 AOE 啦。
对啊，我应该是赌刚那个退化可以拿到一个很憨的五费手下，然后我们就会留下来那张那个王一魂师。我是有在想，是不是应该要两个六费都退化，因为理论上这样子我们的就是他拿到憨五费手下的几率就乘以二，虽然他拿到好五费手下的几率也乘以二，可是可能应该就是全部赌上去。手上带那个是因为经脉曲张吗？因为点太多滑鼠，我现在用左手在玩。我就是正义。可能应该留这把刀。我们下轮是下这一张，然后下轮下这个或这个。然后第五轮是出叉子跟伊菲亚，叉死你！就我们理论是要到第五轮才会用到武器的消耗，所以我们可能第三轮跟第四轮敲脸就好。而理论上这样也没差啦。圣骑是一个非常缺抽牌职业，所以先把他抽牌给抽掉会比较好，先把他抽牌给移除掉，因为如果不现在移除的话，其实有机会可以 buff 他，然后做一些憨事。黑暗感化。我就是正义。吞下去。小人呢？哪里不再想起老母啊？送你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有节奏了，还行还行。送去屠宰场。应该要有你吧。我就是正义。这 combo 应该太好了。我就是正义。手上的武器太多了，所以可以敲脸，我们就先把武器敲掉。等下可能是做四加四或是三加四之类的。这个会让这个降费。我唔系飞仔嚟噶，把我复活的。我们尊重一下骸骨战吗？烧了九张牌，前来报道。我也不愿，我就是正义。全部要完！
所以等一下上这把刀刚好斩杀。所以这里还要有一张嘲讽，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超多冲锋暗影，我就是正义，为了天地的自保案，密探来了，不让开。啊，又有塞。我就是正义，我没有剔骨跟暗影之刃哦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还好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，绝了。应该直接下22会比较好。我想想，我就是正义。直接下二感觉比较好，但是我们这把武器只退了一点伤害，打四哦。我就是正义。哼，你的刀没我的利的了。地狱烈焰、金爆药水，还有什么？地狱烈焰、金爆药水，还有什么啊？四废的法术，我想想，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就地狱烈焰、金爆药水。你是谁？就管我的暗影烈焰，暗影之眼。我就是正义。我们应该先下这只。我在犹豫要不要下这张啊，因为神女斗。如果他地狱烈焰的话，我们这样会有点亏。不过这样他还打他自己脸三 D。其实我在含笑半边天啦，感觉不是地狱烈焰。是你帮我复活的，阿里不在想起到暖。拜拜拜。这剃刀花瓣会跟这个法伤 combo， 然后也会跟这个祖蓝教师 combo。啊！哦，怎么关掉？应该是可以关掉啦。
我也不愿意。你的矿山。我就是正义。你不得安息。我们离剔骨越来越近了。到底选什么是非法术、啊？若是暗影之眼的话，那算是蛮有远见的选法。为什么我觉得是地狱烈焰呢、啊？暗影之眼呢？哦。我就是正义。专心上课。我就是正义。哦，这份好老大，哇哦，这份好啊，嘿嘿嘿嘿。不要招惹长牙，我会净化死者。干，我就是正义。差吗？嗯。现在差一个一费就一二三四五。王宋哲没差，暗影剑有差，四加差一点点。我就是正义。两张王送者，他这样还是没有办法选清吗？可以，卡一灼杀，他长攻十五，一居斯米达。我就是正义，只有蠢货才会拒绝巫妖王。狙狙啊！圣光会带来胜利，没人能逃离我的追捕。我就是正义。我已经尽量防止伤了，可最后有那个真的防不了。我就是正义。哼，你的刀没我的利。打脸打这么重，很明显手上有那些大法术打脸。他有也有可能赌他的那个里面是大法术，看你怎么看。是你把我复活的。他有可能赌他那叫什么幻光元素吗 ？Shimmering Tempest。他有可能在赌那个元素开法师秘密。法师法术那张里面是一张纸箱啊。有话快说。
我会净化死者。我也如愿。神女降。其实可能应该尊重一下这只之类的。神女斗，我就是正义。银北没在怕的啦。好，我有点怕，可是没有那么怕。我们现在手上牌搞不好就可以赢了，因为有地谷，而且还有一张预言密探。召唤恶魔有一定风险，签约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再烧三张。再烧六张，我想想，应该要有你吧。我就是正义，你去死吧。好，离我们的冷血又更接近了，八分之一。应该直接嗝屁了吧？发现就是场面上就嗝屁啊！玩得不错，忘记。其实对盗贼可以考虑留背叛。我们想都减一。应该两个二二刀先撞进盾里面。为什么总觉得好像还有一滴血？啊，我不大确定。还有圣盾，那等一下有血量是，应该是够才对。还是差一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够吧。算了。这次不算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啊，我觉得可能要直接硬开赛，然后我看不出来其他胜率比较高的打法。不料之处，至少之处让我们可以坦比较多滴血啦。可是他也只是回八滴而已，等一数是，还是要弹很多滴伤害、啊。
啊，还有毒哦，呵呵呵，还有救吗？小子，哪里不再想起老瓜？没送你，感觉只剩几步了。杨烟花二期，总共已经16啊，有毒也太靠北了一点。我会净化死者。解不掉，我们要剔骨，或是背叛，或是……哦，虚虚啊！感觉伤害太多了啦，这三小啊，被一次暗影打击均7，还给他晒到一个四费五叶飞龙，这治疗都活不了吗？11，这治疗都活不了。然后狙击啊，遇到一个更凶的。打得好，我认输。如果我们有留背叛的话，搞不好有点会多一点机会。不过你可以看到他百位是有在防背叛。啊，十胜止步。我刚下致命的叉子的时候，就在想他如果背刺的话，我这局大概会炸开。不过也没办法。